有个罪犯名叫刘刚，他被遣送到乌鲁木齐服苦役。刘刚虽消倦无比，但却无法忍受每天耕地的劳苦。后来他终于逮到一个机会潜逃了出去，一路上他不敢耽搁，一直跑到了边境的根克推，眼看着就能够跨越国境安全脱身了。这天夜里，他遇上一位老翁，老翁对他说，看你这样子大概是逃亡的吧，前面有边防哨所，恐怕你是逃不过去的，不如暂时藏匿在我屋里，等当地人黎明外出耕种的时候，你再混迹其中，找机会溜出关去。刘刚听从了老翁的建议，就住进他的屋里。等到东方泛白，他恍惚地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竟半躺半坐在一棵空心的老树洞中。再看那老翁，也不是昨天夜里见到的那副样貌，仔细一瞧，发现原来是以前被他亲手杀死并弃尸于深涧的人。他惊恐万分，刚要起身逃走，边防巡逻的纪兵已然赶到，他只好俯首就擒。依照军屯的法律，凡是私逃的罪犯，在20天之内自动回来归案的，可以免于一死。刘刚就擒的日子是第20天的拂晓，正介于免死与处死之间，军屯官想迁就，让他活命。刘刚向屯官叙述了他被捕前的遭遇，自知冤鬼索命，难逃一死，表示愿意早日伏法。于是屯官就将他押送至辕门外行刑。刘刚杀人于7-8年前，很久以来并没有人知道此事，但游荡的鬼魂却依然积怨为力，追到20000里外来索命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呀。